救护车鸣笛跟时间赛跑，但却碰到民众在慢慢过马路。当时这辆救护车鸣笛经过斑马线时，发现现场好多民众，他们在第一时间不但是没有礼让，反倒是继续的大步过马路，直到听到了喇叭声，才有人开始停下来。而这夸张的一幕也被一旁目击的机车骑士PO上网。 救护车鸣笛声响大作，从远方慢慢逼近。不过这时行人好志也亮起绿灯，大批民众仿佛无视救护车的存在，有的人小跑步，有的人还慢悠悠的走。救护车驾驶也被眼前的一幕看傻了，赶紧减慢速度，长按喇叭提醒，这才有人停下脚步让出空间。夸张行径全被对向停等红车的机车骑士看得一清二楚，将影片PO上网。网友们掀锅直呼太扯了，万一耽误抢救时间，谁要负责？难道是帝王条款呼声吗？因为这个路口其实就是轮到行人要走的时间还蛮久的，可是救护车 同样是一条人命。大家开车的时候一般都可能就会让。新竹这辆救护车5号傍晚出动救援，却在火车站前被多位过马路的民众阻挡去路，耽误的时间至少10秒钟。莫非救护车急出勤也得先礼让行人吗？目前在法令上针对行人未礼让这些紧急的救援车辆，目前是没有特别的罚则啦。根据道交条例，驾驶如果没有礼让救援车辆，最高可罚1200元。但行人未礼让却无法可罚，难怪掀起网友 热议，但不管法规怎么定，救人要紧，是否能将心比心，同样也值得讨论。记者徐志谦、新竹报道。苗栗一名驾驶酒驾上路，逆向停放在台三线南下道路上，警方发现正要上前盘查，没有想到驾驶竟然是加速冲撞警车。幸好民警的反应够快，立刻跳开，同时也冲上前喝令驾驶下车。一查发现，这名男子除了酒驾之外，还藏有毒品跟猎枪，当场被押至，遭到移送法办。 哎哎哎！下来，起用，拿走辣椒。大五分局员警经过台三线南下车道，发现这部自小客车在北上车道逆向停放，立刻停在车前面准备拦查。不料车内驾驶疑似喝酒喝太懵了，竟突然加速撞上警车。员警跳开，冲上前喝令驾驶下车接受盘查，当场闻到一股浓浓酒味。你喝酒？来，你少爆头，你喝几瓶？ 34岁的徐姓男子束手就擒，并坦诚酒驾，但案情没那么单纯。警方仔细搜查，果然又从徐姓男子的身上和车内起获毒品以及枪弹。车内收获安非他命、海洛因等毒品及一把自制土造猎枪弹药等。该名男子面带酒容， 身上散发的酒气。经过检测，徐姓男子酒测值0.24，超过标准，加上警车被撞到凹陷，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毒品妨害公务、毁损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。至于枪支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案件，远警都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张新杰、苗栗报道。 日夜温差大又下雨，台北市内湖区有社区大楼经传外墙瓷砖剥落，面积大约有1坪这么大。但是由于大楼靠近夜市，人潮是比较多的，当时还差点砸到人。而对此，建管处表示，已经要求大楼限期30天之内必须要改善，否则最高可以开罚30万元。 机车还没骑出来，一片片瓷砖忽然从天而降，哗啦哗啦下起瓷砖雨，差点砸到骑士，更别提经过路人，因为当时大家正在逛夜市，吓都吓坏了。下瓷砖雨啊！对，差不多意思，蛮多人在围观，应该都蛮紧张的吧？没错，架起警示锥，封锁线，就怕有人靠近被砸到受伤。抬头一看，瓷砖就是从这栋大楼撕到5楼之间外墙掉下来。以前有掉，但是没有这么大片，以前掉的比较散一点。住户有吓到吗？ 突然间，以前也发生过类似情况，但住户似乎太大意，这回剥落面积更大。台北市内湖区这栋社区大楼4号下午4、5点左右，外墙瓷砖突然剥落，范围长300公分，宽40公分这么大，足足约1坪左右。事发后，管理员马上找人修补。大楼屋龄约30年，为何突然瓷砖剥落？恐怕是这个原因。天气突然变冷，再加上下雨，下雨的话，瓷砖就会热胀冷缩，瓷砖缝有一点渗水进去，热胀冷缩的话，就把它推出来。建管处表示， 必须限期改善，否则要开罚。方案说全人限期30日内改善完成，然后逾期如果没有改善，会依建筑法裁罚6到30万。最近下雨又降温，外墙瓷砖受影响，老旧大楼得多加留意，以免一不小心伤及无辜。记者梁家伟、斑马旺家台北采访报道。 有一名年轻男子日前到云林西罗服务区厕所上小号，但是没有想到小便斗的水柱不是向下来洒水，反倒是向外喷射，造成男子的裤裆湿了一片。
好笑的画面也被当时朋友拿手机拍下来 po 在网路上，也引发网友哭诉留言说，这到底是谁在上厕所？男子到厕所小便，这下尴尬了，裤裆全湿。一旁有人看了大笑，便拿起手机录影。而男子裤裆会湿透，不是因为小便无力，而是小便的流水柱不是向下喷水，而是像极了消防水柱一样向外喷射，水量更是每次客气有够惊人。影片po上脸书，网友纷纷留言超好笑，走出休息站会被侧目，好尴尬。到底谁爱上厕所？小便都表示你上晚了，那该换我了。非常尴尬，可能人家会误会说啊，我长那么大了还在那边尿裤子。好，要修复了，都已经修复正常了。小便斗的饭机就放在云林西螺服务区，一名年轻男子下车上厕所，就这么刚好选到了故障的小便斗，水柱向外垂直喷射，裤裆全湿。维修的过程中呢，可能造成旅客有误上的情形，造成这个旅客有见识的情况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服务区经理表示，当天该座小便斗在进行维修，没放置高湿牌，才会导致民众误上湿了裤子。目前其他有问题的小便斗都已补上高湿牌，避免民众误上，搞得一裤子湿。记者郭振宇，云林报道。